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，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，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。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，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漂亮，性感，我爱你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平安夜啊。还有呢？这个晚是晚了些，但是我们公司的员工终于拿到了年终奖。耶！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那个 APRS 的丰原二世今天说，他要听听我们公司的电脑软件的说明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就在年底。太好了，今天啤酒无限量供应。这都是你的功劳，谢谢。虽然总是吵吵闹闹的，但我们也顺利的迎来了第一个圣诞节。我会更加努力的。开始吧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好喝。哎呀，站住了。给。很甜。
日本人在要承担责任的时候，立刻就会自杀。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理解。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，顽强生存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是补偿自己罪过的最后方法。到底怎么了？为什么不说话呀？怎么今天突然想起问这么复杂的问题呢？不要胡思乱想了，你还能继续活下去的。要见上帝还早呢。哎，别再说了，今天是难得的圣诞节。明天我要出去一下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算了，不用了。川井君，一兵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呀，好久不见。我想和你谈谈。有什么事吗？你从佳慧那里已经知道了我的事了吧？啊，我听说了一些，但还有一些事，我希望你能够了解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佳慧她不想再见到你，请你以后也不要再伤害她。可是。现在道歉还有什么用呢？他因为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抛弃他而追你追到日本，仅仅是为了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拜托你，想办法让我见见他。我要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他。太晚了，他说过他再也不愿意见到你了。求你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曾经是朋友，对吗？以前的友情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一并，我明白地告诉你，你是个逃避现实的小人。欠了人家一大笔债，就抛弃自己的未婚妻，然后跑到那个有能力
替你还钱的女人那里。在人和钱的天平上，你无情地选择了钱。你真是个软弱的可怜虫。是的，你走吧。喂，怎么了，一冰？你脸色不好啊，我给你叫医生吧。不。千万不要！你嘲笑我吗？我是遭了报应罪有应得，贾慧怀的小生命比我的生命重要的多呀。那啊，我会替你转告佳慧的，但见不见你由他决定。我试试看吧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真对不起，请告诉佳慧，明晚七点，我在台场等她。谢谢。川井美子有2年在新加坡工作的经验，啊，还懂中文，真难得呀。打搅了，进来。是川井小姐吧？嗯，请坐。丰原茂部长的秘书最近刚提出辞职，你来可是帮了大忙了，请您多多关照，我一定会努力干的。我听说你还是明丽小姐的经纪人。是的，因为明丽要在北京开演唱会，正跟中国方面洽谈呢。演唱会呀，我一定努力把工作做好。就以这个气势好好干吧。是，请交给我好了。在关系不错的时候，彼此之间就用第二人称的お前Kimi 来互相称呼，但是大家还是尽量少用为好。特别是在公司里，最好还是要多用某某先生这样的称呼。日语中有语魂这样的一种说法，也就是说语言体现了说话人的灵魂，所以呢，希望大家要尽量的多使用这些礼貌的说法。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堂课了，虽然相处不长，可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辛苦了。承蒙您的关照，谢谢了。还不太习惯，所以课上的不太好。哪里哪里啊，多亏程小姐帮了我们的大忙啊，教了一个学期就辞职，真遗憾。我也许要离开东京了。这太遗憾了啊。哦，对了，程小姐，我们的理事清水小姐现在在会客室里等着，说很想见见你。清水小姐。
请进。突然来打扰，很对不起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想说一些关于一冰的事。可是，我什么也不想听，什么也不想说。是很重要的事。如果有关支票的事，那我已经撕掉了，没有去兑换现金。你可以去调查的。一冰好像很想见你，如果见不到你，他就没救了。他可能有事一定要告诉你。会有什么事呢？我已经决定了，要把他和你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忘掉。听说你已经怀孕了，是一冰的孩子。这件事和高一冰不配当这个孩子的父亲，我也不希望他当。再见。佳慧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有件事想马上告诉你，就来了。今天我见到一冰了。在哪儿？什么时候？他突然间找到我们的公司来了。他说什么了吗？他说他想再见你一面。我对他说会转告你的，但到底愿不愿见他，由你决定。刚才清水小姐到学校来找我，她也说一冰非常想见我，说有事要告诉我。佳慧，嗯，在最后和他谈一次吧。怎么连你也这么说呢？我正在千方百计地想忘掉他，你还劝我去见他。佳慧，他好像得了什么病。什么病？不知道，他好像很想你。他说明天晚上7点在台场等你，不见不散。不，我还是不想去见他。你们俩回来了。哦，是你呀。晚上好，我找到工作了。真的？祝贺你。现在还是合同工，不过下一批会转正。嗯，这么不景气还会有这样的公司。好，进屋吧。嗯。哦，对了，录用你的是什么公司啊？嗯，告诉你，是大名鼎鼎的 APRS。APRS， 那不是丰原先生的公司吗？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嗯，他结婚的时候请我和佳慧一起去参加他的婚礼呢。你们那么熟啊？嗯，佳慧和明丽啊是好朋友啊。啊，原来如此，真巧啊。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。哪里啊，怎么会呢？嗯，我看我还是走吧。走了。嗯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嗯，哎，听说你前些日子回过老家了。
妈妈很为你担心呢。反正回不回去，妈都要担心。那倒是。这次的工作，我会努力做下去的。嗯，再见。 我想了想，还是不打算去见高玉冰了。啊，部长，早上好！吓我一跳。啊，我声音太大了吗？没什么。对不起。 传真已经到了。嗯，北京来的，是关于活动场地的事儿吧？对您公司询问的关于场地问题的答复。你会讲中国话？是的，我会。那可太好了。待会儿我把大意翻译出来交给您。嗯，谢谢，部长。 你是想喝咖啡呢，还是想喝茶？嗯，我喝牛奶。马上给您送来。嗯，哎，要冷的。是。这味儿有点浓，我喜欢。 我喜欢淡点的，中文真不容易啊。请进，啊，失礼了。啊，文彦先生，上次在您的婚礼上，多谢您的款待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请多关照。明利小姐进来好吗？钟山先生，哎，这些客套话，我看就免了吧。啊，对不起，失礼了。 先把材料给我看看。好的，请。你先坐一会儿，其他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来。好。这些资料大家都看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公司的这个软件可以进行网上的直播，而且还可以进行同步的编辑。 在过去的5个月内，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测试，并且已经达到了国际 A 级标准。不知各位还有什么问题？听上去不错啊。这个软件已经测试完了吧？啊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钟山先生，我对你现在的计划很有兴趣，不过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。好，请各位多多关照。 混蛋！什么玩意儿？拉了家常都不行。不过要发牢骚了，你的那个说明不是反应不错吗？你和风月那种有钱人家的公子说话，人家找茬也是正常的。我们和他不是一个世界的。啊，可是我心情不好。这么脆弱，怎么行呢？你还要努力赚钱，买房子买车呢。哼，忘了那些不顺心的事儿。 我们最担心的事儿啊，应该是会不会裁员。嗯，说的对，忘了那些烦心的事儿。来，干！哎，吵死了，这是哪来的野学生？来，干杯！好了，别理他们了。来，我们喝。接着喝。嗯，好，我再给你个倒上。啊。 来来来，你喝呀，喝！来来来来，这。
个给你吧。来，让我坐。约我的人不少，但很少去。那么下一次，叫上你的朋友，我们一块去。我已经约了梅子了，你有没有车？你怎么带她去？这些人就像刚约一样，围着人家团团转。是啊，我们一块去。这些家伙，我说梅子，公司内是禁止谈恋爱的。哎呀，别说你了，真讨厌，扫兴啊！今天不谈公司，我们喝酒，喝酒，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。
你等等，听我解释好吗？我不想听，反正我已经亲眼看见了。我做出的努力全都是为了你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为我。为我的话，为什么会写启用新人呢？那只是说服中药赞助商的借口。为了坚守你的立场，我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呀！努力，努力，就知道说努力。演唱会怎么没有进展？现在没有过去那么顺利了。这可是在日本，你别忘了。如果赞助商说要启用新人的话，你就会把我给裁掉。我一定会成功的。让您久等了。哦，请多关照。这里坐。啊。啊。啊，打扰您了。中山先生，经过论证，我们决定使用你们公司的产品了。谢谢，今后还请多多关照。本来我们已经决定这部分请别的公司做，但昨天丰原部长听了你的介绍以后，改变了原来的主意。是吗？太谢谢了。太好了，明年一定会有好事的。开什么玩笑啊！就是，这是今天早上突然决定的。是啊，是。我事先也不知道。哦，回来了。啊 ，APRS 的合同成功了。你们在吵什么？中山君，你静一静。我们公司要被松本商社吞并了。嗯，你们说什么？刚才宣布的。年底都到了，还来这么个坏消息，真是！吞并以后会怎么样呢？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软件技术，所以他们技术部的人也许还会留下几个吧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音乐部的职员可能会全部被裁掉。没什么可怕的，裁员没什么可怕的。还有明天呢，还有明天呢，今年一定会有好事的。哎，真倒霉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没关系。新年好。新年好。气色不错啊，阿俊。明丽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跟我联系了。每天都忙忙碌碌的，
怎么样，幸福吗？怎么了？没精打采的。最近我越来越不懂什么是幸福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福，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。我带着梦想来到日本，也拥有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幸福。也许是太心急了吧，想追求幸福。出什么事了？是因为我哥哥吗？好，我帮你去说说他。真奇怪，在你面前我可以很坦白，可在茂面前却总想逞强。我也很想对他温柔一点，可却总是刺伤对方。可能是你们互相之间都太在意对方了。我也想有个人能在意我。你真是什么都明白啊。中国的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不早不晚，不偏不斜，在人群中与你相逢，也许这就是命。我这个人呢，虽然相信命，却又不认命。其实我一直很喜欢你，欣赏的就是你这种真诚率直的性格，所以千万不能屈服。多想听见茂也跟我说这样亲切的话。哎，大概这里留下的人连一半也不到了。那还用你说吗？年轻人可以再重新找工作，可我们这种人哪有地方去啊？你跟你太太详细解释过了？中山君，啊，你来一下。是。公司研究决定，原先由你负责联系的一些老客户，都要由松本商事接手。这也是没办法啊。是吗？从今天开始，在两天内你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向你负责的那些客户道歉，并且向他们说明松本商事将继续接替我们的工作。只有两天吗？对不起。不管怎样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向一直关照我们的客户做好解释工作，也就是所谓的善始善终。虽然这是个苦差事，但请你能够体谅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向客户们解释。马上去。真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。从今天起将由松本商事接替我们向你们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，
相信他们能够做好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啊，没关系，前几天松本商事的人来过了，已经办好交接手续。是吗？他们什么时候来的？就在你们年终决定停业的那段日子吧，松本商事的人就过来打过招呼了。哎呀，看来还是他们的动作快呀，这工作效率嘛也比你们高啊。是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关于这次周明丽小姐的网络音乐会的设备，我们原来的计划是使用玛丽安网络公司的软件，但是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些变故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玛丽安公司被松本商事并购了，所以现在转由松本商事向我们提供服务。下面就请松本商事的矢口先生向我们做详细的介绍。啊，矢口先生，现在请您做介绍吧。这份文件给您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凤原先生现在外出了，请问您找他有什么事吗？要不要我给他留言？啊，好，我一定转告他。再见。是铃木先生，他希望您看看他寄过来的通知书。怎么会这样？明丽小姐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嗯。是吗？真可怜。刚才的就当没看见。是。佳慧，明丽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特意跑一趟。哎，应该的。哎，我刚才啊去给你买东西了。希望你到福井用得上。谢谢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应该的。虽然我们在东京不常见面，但总觉得你离得很近。现在你要到福井去了，我以后找谁诉苦啊？我们常联系嘛。明丽啊，我是最了解你的了，你有时候实在太要强了，这样苦了自己，是吗？哎，你到了那边就告诉我电话和地址，嗯，有空我就可以去福井看你了。不过我挺放心的，因为川井对你很好。你不也一样吗？丰原先生对你也不错啊。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？结婚以后很多事都不一样了，我很不适应。那工作还顺利吗？我已经很久都没有什么事做了，可是我又不能问他。其实夫妻关系真的是很奇怪，明明是两个最亲近的人，却偏偏有些话不能说。你看，要是没有你在这里劝我，我的脑子都要打结了。傻瓜，有事尽管打电话给我，我会随时回来看你的，好吗？嗯。